哎，怎么黑莓啥的不动啊？吃不了误认的，反正也就下一个误认的是。我想交金身，不敢交，交了快炸了。没交啊！我虽然金身交了，感觉还不如带个困兽之斗呢。有人摸他了，空姐过来了，我赌你一个空姐不带怀疑吧？我赌的对不对了？哎呀，又呆了，心太崩了。呀，急呀！我现在就很急。今天死全黑妹了呀，万一前方有球，这把还得炸。哎呀，你这个汽油刀好菜呀，我的天！
两次汽油刀的机会全空了，还好没输就行了，猜是猜了点。哎呀，前锋我日，走了，先知。干嘛呢？我站得不动啊！药还没回，带走再说。是空姐就开球，哎，你不应该上楼的呀，你应该翻出去啊，你上楼的话我隐身，我直接跟你屁股后面等你秒没你就死了呀。这金山还不能交，交了要被撞个狗，要被撞成脑残。你不交吧，这空姐要把你打成脑残。不交不交不交，捏着捏着。快乐。双挂兽翼比这个挂死的限制高，让他跑，他能跑哪去？这个人开始刷血条了。哎呀，这还空了，我炸了。算了算了算了，刷先知去了，走了。三个人全在大房，还差两台，一台需要补，两瓶脏水，然后全部都是成功蛋了。看他秀的，多秀啊！
弹射空击。 机子被点了，嗯，别亮啊，别亮啊，完了，真没了，这把是皮输了，好吧，哎，能赢的橘子的皮。 谁呀？狗着了，调香师，怎么调香师也这么狗？ 亮起来呀！追猎，追猎，可以。又是一把秒倒调香师，这把再也不会飘了，这把渣子爪。 我就在 VIP 口子在这等呢，我不出去了，还不救吗？ 白给了，问题不大，都是小事。你交不交枪？ 这把怎么输？两个人都救不了人。
哦，佣兵还能救，还有鸟。鸟就不交了呀！交不交鸟？你交不交？你交是帮着我走。翻得出去吗？你又翻不出去。我的 VIP 幽冥补机子，有破译加速，很快的。操作一手，一人救，一人修。问题不大，小事。他得输了，我好像白给了。怀表点机子了。好，这都是小事，这都是小事。这个空姐起不来，这个佣兵也跑不掉。这你还能摸起来？小事小事小事，差点翻了。
这把真的不能再飘了，再飘真没了。放快盒子修机子了，膨胀的一批，有加速不着急。还让他吃到十几刀了。 鸟吧！哎呦，我他妈吓死我了！这比抽奖还刺激啊！ 就不浇香水呗。不知道他在秀啥呀？这是秀拉锯呢，还来。 怀表舞女，拖了好久，不过他怀表跑不了多远。 这都打中了，给力！最后一台还没开始修，真就一个个带怀表呗。 把机子踩了，我怕他当心脏了，简直慌的一批。 修完，干嘛呢？踢过的。
差点给我搞输了，我日！太刺激了，太刺激了！哟，这是又放盒子，这是放了个慢盒子。哎哎哎！巨力罗，慢盒子也这样，感觉没带怀表的。有怀表。还操刀了，炸了！本来就慢，操刀本来就慢，还来个慢盒子。我看看这谁啊？调香，调香还不如舞女。弹，回来修了。还贪吗？贪不死你。舞女这次带着弹射，中场那边已经暴露了。开球，开球，开球去救！他不会补机子的，他想撞人的话就不会补。自己接的啊，夫人不关我的事，所谓是夫人。谁也不打你。替身没用了，换个好东西。能拿一刀干嘛不拿一刀呢？想摸人，还给他摸起来了。然后摸好过来救，那条狼是不敢过来的，骚扰一下。条狼是肯定胆子大，他敢救。
卖的。我又不追你，你这板子后面躲了一个舞女，等会再追啊！假装走这，然后再转回来。踢！这强子肯定不加香水，跟他摊的，那我直接出刀。人家刷分呗。舞女怎么往这跑？往这跑？你有盒子吗？你要没盒子？我等一个不认呢。还慢翻呢，前方想补墓地。着急啊，修的还挺多的，继续踢不了多少啊。不修箱子也不错，走哪了？磨起来了。香，哎呀，我在修了，我赌你亮不了，你绝对亮不了，我就不挂人了，挂人他肯定跳地狱掉了，我就赌你亮不了。哎呀，差一点，我提一下先。
哎，这空姐怎么站着不动啊？哦，动了。怀表空姐，锤！放倒太亏了。 不着急签 ，OK， 可以签了。咻，拐弯拐不过去吧你？肯定拐不过去啊 ，PC 都拐不了，还叫螺旋状呢。 换人救了，给了个前锋套个鸟再来救不一样的吗？何必换人救呢？也不撞救。 还有个胆子大的，在修机子，这下给鸟，给鸟救，给他套鸟啊！快发，我需要帮助。 揍我呢，这！<笑><笑> 先知出来刷分啦！别修了，他来了。 困兽之斗啊，你还咒？没有用啊，跑不掉。哎哎哎哎！要炸了，要炸了！ 修得完吗？你修？你修得完吗？你更修不完了呀，先知都修不完。<笑>
我这现在还有想法走离教，破烂村一点，小木屋那边走。 有人，那我看看是谁在这跑，真是前锋，交点球，你交不交？ 先知修人皇，给力呀！能拿两刀，还踩个死，啊，他要死了！哎，蹭不动。 哎呀，我蹭到死他就死了呀！能交就交，早点拿刀。哎，这个尸真的是白给，蹭不到。 完了，你又不敢撞。 僵尸救，换个人补机子。哎呀，要品了呀！再见，卖了。除非前锋这波胆子大，再救一手。哟。 贪呐，搞一次就够了呀。最后一台。
再咬他了，难打哦。然后不着急，我还有时，我还有传送，还可以挽救一下，我觉得。你打不开，救不下来，你也救不下来。这玩的真刺激啊！门口捞人啊！这里面不会是个佣兵吧？哎呀，咱这佣兵和前锋在这里修机子哦，我这时还好。跑步嘛，跑起来。对，跑就对了。然后滑滑梯。不着急啊，等追猎，反正你也找不到他。如果不打了。你上车。他干嘛去？哎，这视角怎么回事？我打你个蛇皮！你是真的狠人，敢翻，胆子大呗。翻板块就是想翻就翻呗。
他就真的给翻了。快保他上车，快快快，可以，这个板子下得好，看这球，看这球，哇，好秀啊，好秀啊，哎呀，还生气了，直接踢没了，你还不出，看着你。现在直接跑了，哼，他看那机子被踢的直接跑了。哦，那个是魔术。想拖时间啊，市场已经没用了。哦哟，又没求下来人，两次机会都没求下来人，真惨。把他丢远点，省得一把砸死，丢滑梯上。碰机子了，碰机子闹船了呀。还开箱子，那金色传说呢？哎呦，我的幽冥又点不开，还要在那边点。兄弟，你就站着别动，你就修呗。哎，你动个啥嘛动？让你修，让你修，你修的完跟你拼。他不会还在原地那边傻站着吧？
应该是拒绝投降了。有一个人发起了投降，然后有队友不同意，他觉得自己还能再刷100分。继续继续，时常踢机子，不要飞了。有个人没过桥，过了，前直。哎呀，他跑起来了呀！真巧，两个人都在跑。小鸟，然后我进入隐身，又想滑，又想滑一次，不滑那就死了。别搞啊，别搞啊！白给了呀，我等等你了。下个板子，下个板子，下个板子，不灵性。他吊着鸟都快吸出来了，难受啊！本来节奏挺好的，吃钩不认，直接隐身，结果就因为就贪了3秒钟，不行，先不管。哎！这千里的插了十几刀换不了时长了，没空，时长已经没用了，还憋着时长的话，这把必输。前锋，应该魔术就，他没怀表，无所谓的。不让他刷吧，反正前锋也会在附近骚扰的。不来，不敢修了，先假装走吧，骗个分身，我分身交了我就走。
啊，这里杀青波，不过他们应该不会去摸这个调香室的，时间太久了，摸了白底，还有球吗？啊，真的还有球。 让他们从一起一待吧，从一起，这手指在击走。 没有 VIP， 还没过桥吗？如果这波调香师打伤就好了，打伤他就不好救，再打个屁的伤啊！ 哎，香水没放出来，瘫了，有机会，时间刚刚好。 不着急传，排一下玩明星。什么的，等我传的时候，他跑了。可以传吗？没有乌鸦吗？真敢救啊！ 一个往起点跑了，闪傻了，他没开门，我以为他在开门。 打你个不认，就不会下这块板子。还好吧。 不知道他从哪里过来，谁要这么怂？哎呀！啊啊啊啊啊！给力！ 先不着急出刀，他这边肯定是要给鸟的。哎，我没丝了。
不敢用这诗。踩一下。哎呦，我白给了。没有用，没有用。有点小亏，问题不大，还可以挽救一下。刚才就应该吐他一口的。怎么是先知？干嘛呀？看见一匹马。跑哦，跑！不对，我问你跑。要当面炸尸。倾家荡产球。把屋顶挂了，我再来找你。哎，这小猫还修一下机子，碰一下机子，刷点分，刷点开心分，还想盖一板子，可以，又想搞点分。哎呀，看这小。小奶奶瓜笑得贼美。这把就输了。要做仇了，兄弟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先别着急做，给我个面子，给我个面子。哎，要做仇了。他把蛋关了，我炸了。前方跟他一起上车了，前方也不能摸好。没办法了，只能换人锤了。这波去追的话，估计也摸好了。哎呀！又坐车，谁在上面？
这边你有活，我不打你。我带决裂的，跑呗。 哎，这个乌刃怎么回事？不知道你们看见没有？那乌刃是竖着的，这张可能不行，乌刃成精了。 哎呀，我炸了，真炸了！站还没关呢。看这把就输了呀，这把真的输了。 看能不能保个平吧，空一万刀。 还没交。 一直在白给，你怎么这么多球啊？ 炸的嘣嘣的，膨胀出事啦！ 敲刀吗？我也搞你一下！<笑><笑>
看能不能捞一个人，捞个屁呀，还空，炸了！我已经说不出话了。 膨胀啊！左跳一下，右跳一下，膨胀啊！你卸一个，卸一个，我看看。 哎呦，送刀了！哎，怎么不追了？哦哦，还在追，你加油啊！ 没交，我的房子三千加速，缺五了，我先把石材了。这边养一个佣兵修机子呀。 铁没修，限制在也在跑，闪现交了，底牌一刀，哎呀，痛痛痛痛痛痛痛！ 完了，白给了，菜了，问题不大，虽然舞台机，表面舞台好吧。 发给我需要帮助，要不把磁铁卖了吧？我觉得可以卖了。 卖了保平算了，反正也救不了了，卖了算了。可以啊，完美卡办。 我再去装一手啊！这把宝我都不白给，还可以修。哎。 就很美滋滋。
应该没有 VIP 吧？哎呀，这个，哦，没有 VIP，彻底，要有 VIP 这个嘴就要给打了。不着急，他带的是闪现，这波不亏。兄弟躺好啊，我球贼稳，信我。他要吐，他要吐，他肯定吐你，再见。点啊点点点点，哎呀，给力！虽然在玩球，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发挥。差点死了，我。队友啊，可以三宝了，给力！